新年快乐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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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新年快
不止一餐，还要一直这样持续的关怀。应景过年，所以这是我们直至同仁自己做的，蒸自己蒸的萝卜糕，然后这个是萝卜汤跟长年菜来要给阿公吃。他因为车祸受伤，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听跟讲话，但是我觉得这样一路跟他走过来，他其实都能很感受到慈济人之前的关怀。一个看可能不好，还要再调一下吗？还是这样就可以？能看到他这些我们的扶手，这些不管是在门口，还有在这个浴室的门口，对他帮忙很大，很方便的很多，也很高兴。常常我妈妈也在吃，吃完就打电话给我。很好啊，很舒服啊。你看，那个我很高兴啊，很开心啊。